赛前能准备的，还是希望是能够去做好自己，坚持战术，不管是比分领先落后，因为可能比赛里稍微做得好一点或做得差一点，都有可能导致比分的一种领先或者落后，就还是严谨一点，一分钟去斗，可能对方会放错。这个队伍我觉得非常年轻，对，也非常有活力吧，所以跟他们在一起，我觉得自己也会觉得好像跟他们差不多大一样的感觉。对，他们应该是具备了可能最后夺冠的实力，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中国队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有决心吧。